话大概已经开了100%了，真的是不到一个礼拜。有看到温泉吗？沿着河边全部整排其实都是温泉。以前这里也全部都是温泉，真的是世界级的超级棒的温泉，就在干净的溪水旁边。可惜现在全部被当地政府破坏掉，那些都掩盖，不准进入。世界级的温泉耶！这是我的香蕉跟咖啡，还有待会要喝完的一罐大瓶矿泉水。